说完，别给我，我小号有点害怕。回来跟你排排童话剧，你看他回来了吗？天天这样就知道在外边吃啊喝呀的，吃喝玩乐。嗯，行了，同志们，我回来了。我爸回来了，妈妈耶，爸爸。这位先生热情洋溢，笑容满面，不像这位女士不理不睬，搭了个驴脸。你看看几点了？你上哪儿去了又？对不起，我今天有个饭局。饭局饭局，你就知道饭局，干脆住电饭锅里得了。走走走走，别耽误下顿，先去吃去。又吵又吵，在那等着去。吵！你们两个一见面就吵上了，有没有点新鲜的东西？儿子，以后大人的事小孩不要跟他搅和，听见没？知道啊。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？这不等您回来了吗？啊，老师今天布置您一项作业，说要回家编一个童话剧。老师还说了，这个童话剧啊要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表演。这个你爸行，他会演戏啊。我怎么行了？我怎么就会演戏了？天天在外边又吃又喝，还有美女陪着，逢场作戏。不是，你当孩子面你说这玩意儿有意思吗？儿子，嗯，老师说要演什么呢？演那个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啊。那动画片我看过，不就是那灰太狼给他媳妇儿往回抓只羊，完了总也抓不着吗？不是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演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的续集，叫《灰大狼和笑羊羊》。续集《灰大狼与笑羊羊》。对，有台词吗？有，在这儿呢。嗯，看好了，就这儿。就这么几句啊？老师就给了这么几句。下面的字让回家自己想去，发挥家长和孩子的想象力。对，太简单了，让你妈妈先背词，爸爸我先想象一下啊。妈妈，那来儿子背词。哎呀，背词背这个是妈妈的词啊。对，这是您的，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您的。哎，在这儿，看这儿。你听什么声，儿子？哎，起来起来，醒醒醒醒，怎么睡着了呀？我没睡着，我想象呢。您看谁想象的时候还流哈喇子啊？你能不能行了？孩子等你到半夜了，就等着明天交作业了，就这么一个童话剧就给孩子演了，不就完了吗？行，就是行，演还睡着了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。不写了，把这衣服穿上啊。你也灰大狼。哎，妈妈您就演灰大狼的媳妇儿红大狼。妈妈知道，妈妈叫红大狼。儿子呢？我就演笑羊羊。哦，待会儿妈告诉你。这老师也够缺德的了，我是家里外头一起忙啊。谁让你忙了？你就知道在外边吃喝，儿子这点作业你就不到着急回来。我明天老师该说儿子了。我知道，我着急，我不回来。我那什么？行了，儿子，开始，开，妈，你拿着这个，来啊，咱们开始，出去，出去。我为什么出去？没看过那个动画片啊？灰大狼得从门外进来呀，出去。你现在是狼，哪有这么走的？
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咱们可以开始了啊！童话剧《灰大狼和笑羊羊》，预备，开始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哇，怎么好多星星啊？灰大狼，你说今天给我带只羊回来，羊呢？老婆，这次任务又失败了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哇，又有好多星星啊！灰大狼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怎么选择你这样一位连只羊也抓不到的白痴？想当年，你追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烟也不抽，酒也不喝啊，你天天围着我转，撵都撵不走。你看看你现在啊，我等到半夜你才回来，三天一大醉，两天一小醉，这还够。我那叫醉呀、啊，同志，我们单位王科长那才叫醉。有一次我们喝酒回来，路过一片小树林，他说他憋不住了，要方便一下，他就下去方便了。我们在车上足足等了半个小时，突然听他喊救命啊，我回不去了，有人抓我呀。我们赶紧下车往那一看，这哥们把裤腰带拴树上了。那也比你强。再说了，我跟你解释过多少回了，我这是工作需要，工作需要，需要应酬，没办法不喝呀。你喝就得天天喝醉呀、啊、哪天晚上喝醉了，不是我把你扶到楼上来，最可气的是你说我啥你忘没？说啥了？你说，哎呀，这个服务员服务态度太好了，就是长得有点磕碜。这喝酒不能喝多，一喝多就容易说真话。说啥呢？不是，我说喝多了容易说瞎话。跟你说正事呢。哎，敢说不？我哪次喝醉了，我从来不丢人。你不丢人，丢脸。昨天晚上你说啥了？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你说媳妇儿啊，我想吐咋吐不出来呢？我说那你怎么才能吐呢？你说老婆，让我看你五分钟，我肯定吐。你说胡说八道，我吐了吗？不到三分钟就吐了。哎呀，停停停，是不是？停停停停停停。咱们演的是童话剧，不是家庭伦理剧，怎么又吵上了呀？都怪你妈，总在这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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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叨。行了啊，我刚才演的就是红大狼，我觉得红大狼都比我强，人找了一个灰大狼，你看我找的跟黄鼠狼似的。我就觉得我跟红大狼同命相连。哎呦我的妈，就演个童话剧还整出同命相连了，真的。我演红大狼，你演灰大狼。我还愿意演灰大狼呢。行，就这么进来，来来开始。妈妈你能演？妈妈愿意演，让她演那个那行、这个可以，这个给我。咱们开始。我现在是红大狼，知道不？来吧，开始吧啊！出去！站住！你现在是狼。来，咱们开始啊！童话剧《灰大狼和笑羊羊》，预备，开始。老婆，我又回来了。你打谁呢？说谁？啊，怎么满天都是星星啊？灰大狼，啊，你不说今天给我抓只羊回来吗？羊呢？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任务又失败了，您能给我次机会吗？你说什么？给我次机会。哎，我跟你对台词呢，你跑那么远。老爸，这怎么地上也是星星啊？呸，都怪我当初瞎了眼，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一个白痴，连饭都不会做的白痴。朋友们，妈妈，我们俩刚结婚那时候吧，天天给我做好吃的，上顿做好吃的，下顿做好吃的，换着样给我做。可现在呢，啊，上顿鸡蛋面，下顿打卤面，好不容易给老爸解会馋，还给我泡碗方便面。我问你，你喝到半夜回来，还得要求我给你做饭？你呀，少在那找理由啊！
你就说说你整天在家忙些什么，不就天天在家就知道偷菜吗？我偷菜我也没偷，反正我告诉你，现在这是最流行的网络游戏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 out 了。请你不要跟我说英文 OK。 我为啥偷菜？还不是因为你不回家不陪我吗？我敢说现在在家上网偷菜的女人都是寂寞不幸福的女人。哎呀，哎，停，你要停，又吵上了，还能不能演了？演什么演呀？我演不下去了。哎，不演了。妈妈，哎呀妈，你演不下去了，我不演了，我更演不下去了，不演了。我求，我知道你不愿意。爸爸，哎，爸爸，我不愿意。爸爸，我跟你孩子都是一天天给我方方面面，跟你说，我怎么了？爱演不演？你们加这样对我，儿子，哼！别人的家长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吃饭，一起复习功课，而你们呢？我在家的时候，你们从来都不理我。别人的家长有时间就陪着自己的孩子。场玩，去看电影，而你们呢，总是对我说忙，忙，忙。别人家的小朋友回家听到的是笑声，而我呢，我回家听到的是你们两个的吵架声。你们为什么要生我？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家里来？我讨厌你们。我讨厌这个家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干嘛呀？孩子真生气了，他怨你怎么能对对，怨我怨我，我有责任，我也有责任。老婆，我向你向儿子保证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喝酒，我天天抽着点时间多陪陪孩子和你。真的？那我也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你回到家里我再也不跟你唠叨了，我再也不当着孩子面跟你打仗了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对，再也不吵了，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再受到伤害了，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再有这种感觉了。因为在咱们俩心里最重要的就是孩子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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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错了，爸爸错了，妈错了，爸爸错了。爸爸和妈妈商量好了，以后再也不吵架了，再也不吵架了。爸爸妈妈还表演一个童话剧，好不好？对，新编的，对，那可好玩了，可好看了。现在你就看，然后你跟着一起表演啊，好不好？好儿子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儿子，现在咱开始演，开始开始，让儿子先看着，好啊。儿子，你先看着，看看爸爸怎么表演的啊。嗨嗨嗨嗨嗨嗨，可以开始了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，天上下着大雪，有一只饿了七天七夜的大灰大狼在雪地里寻找着食物。他走啊走啊走啊，突然他看见前面雪地里有一撮毛，灰大狼赶紧跑过去。他扒呀扒呀扒呀，扒开了一看，灰大狼乐了，原来是堆草。灰大狼赶紧找啊找啊找啊，突然他又看见前面雪地上有一撮毛，灰大狼赶紧跑过去。他扒呀扒呀扒呀，
眼扒开一看，灰大狼又乐了，还是一堆草。不是草，我乐什么呢？这时候，他看见右手边有一撮不一样的毛，这回肯定不会是草，原来是只冻僵的兔子。灰大狼高兴极了，他赶紧爬过去，张大了嘴，刚要吃，他晕倒了，晕倒了。这时候，山谷里传来了动听的歌声，还有歌听的，哎，这个不错哎。我在山里待了40多年，从来就没这么冷过。太棒了，儿子！这个时候，灰大狼听到了脚步声。脚步声在哪？在哪？远处来了一个猎人。猎人！灰大狼赶紧跑啊跑啊跑啊！猎人举起了猎枪，啪！没打着哎！什么呀？打中了灰大狼的前腿儿。前腿儿。啊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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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猎人举起了枪，啪！打中了后腿儿。后腿儿，这算什么？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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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灰大狼开始肚子疼了，哎呀，哎呀！这时候灰大狼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怀孕了。我怀。灰大狼终于生下了可爱的宝宝。宝宝？哎，在哪儿呢呀？小宝宝呢？让我看看，你生哪去了，儿子？啊，别找了，你生啊，儿子。别找了，你爸爸生不出来。那也不一定。嗯。啊开心吗？开心。儿子，那你还讨厌妈妈吗？不讨厌。还讨厌爸爸吗？不讨厌。还讨厌这个家吗？